12点，1点，2点，3点，4点，5点。早上是6点到8点，上午是8点到11点，中午是11点到1点，下午是1点到6点，晚上是6点到12点，早上6点起床，早上6点30。吃早饭，早上7点上学。早上7点30上课，中午11点吃午饭，下午3点30下课，晚上8点。吃晚饭，
晚上。九点。洗澡。晚上。十点。睡觉。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早上八点。我早上八点起床。现在是早上九点。我早上九点整理。现在是早上十点。我早上十点去超市。现在是中午十二点。我中午十二点吃午饭。现在是下午两点。我下午两点去公园。现在是下午三点。我下午三点看奶奶。现在是下午五点。我下午五点看电视。现在是晚上六点。我晚上六点吃晚饭。现在是晚上七点。我晚上七点洗澡。现在是晚上九点。我晚上九点睡觉。你早上几点起床？我早上五点起床，你呢？你晚上几点吃饭？我晚上六点吃饭，你呢？你晚上几点睡觉？我晚上十点睡觉，你呢？